风云令主可以号令天下江湖谍战，一个玄体得天下英豪颂，六州风云迭起，幕后之人云豪魂独得起。背后的不能讲述，楚乔就是风云令主，江湖谍者的领袖。你我之间早晚会杀成群，天下终究是百姓的天下，你我联手就算是十八层地狱也不过是神兵信步。将无理想